黄开仁有一张他自己都没有的照片，那是1937年他18岁，部队开发之际，他作为36集团军司令部翼电员，拍了一张戎装照。这张照片经历了种种艰辛，在2000年从他亲戚家被找到。就是这张照片打开了黄开仁记忆的阀门，拉开了黄开仁波澜壮阔的。黄开仁是川军第36集团军李佳玉总司令的翼电员，参军伊始，黄开仁一直在李佳玉身边收发翼电。可以说，黄开仁见证了李佳玉的袍泽之情，也见证了李佳玉的悲壮与豪迈。经我们同乡介绍嘛，就介绍我一个姓王的，我们两个青年学生来吃嘛，就去见到这个他的公关同学，就见到这个李总司令，他就面试过我们，你们是怎样要想到前线去？我们说我们处于爱国的热忱，如果青年是应该要尽一份力量来报效国家。把这个侵略者赶出中国去。那是1944年5月21日，河南峡县秦家坡，是日川军奉命撤退，不幸遭遇日军埋伏，川军第36集团军李佳玉上将不幸阵亡。黄开仁就在李佳玉身后，他眼睁睁看着中弹的李佳玉从怀中掏出字和笔，留下了最后的字，速调104。我是想他的意思就是底下的一个师叫叶林师，他们把那个师字袭击就削掉叶林师，这人的炮就来了，就打那个人，我所以说我也跳不得，我就没顾他的生死了，只听到那个还有个卫士伙计的车子喊总司令快起来走，起来走，然后呢，没听到他的声气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晓得他，还不晓得阵亡了。和李佳玉一起倒在血泊中的还有川军36集团军参谋部副官处长周鼎明，来不及反应，周鼎明就倒在了血泊中，中弹的时候还在对黄开仁说：“快卧倒，注意隐蔽。”周鼎明是打伤在那里，我们被捉到后被俘了上山去，日本人收山把他收到，又找那个卫生兵是担架把他抬上山去的。他的伤很严重，他要喝水。啊，有些有经验的就晓得，这个人带伤呢，就吃不得水，吃水就。先去，我就拍一个彪形大汉老乡，我就拍他的肩膀，他就出来看我，以后你要跑不？晓得我的名堂些，尽都大家支持的，庙子的三门，日本兵就在那儿老几枪在那儿站岗，就在这，乖乖在坚持到日本人哈，我要下壕沟去。搬铁丝网的门，那是有个壕沟，铁丝网网起的嘛，
他的铁他的门也开在一个壕沟底下的木门，他说我去搬门。哎，我下去没得好气嘛，没得好回来。哎，我说他中快动，我赶紧就急急忙忙的就下壕沟去。他就跟我说咋说，好安逸哦，今天日本人家卖死人没有数，把树挂在那个门口子上都没树。哎，幸运门一不搬了，就赶紧把门打开就出来了，就出来。哎呦，出来了，这你到一个新天地了。哎呀，你是长长的舒口气。一路艰辛，一路流浪，黄开仁和他的战友捡拾着老百姓留下的破烂棉袄，怀揣着自己伪造的良民证，一步步地从沦陷区走向国统区。几个月后，黄开仁和战友辗转到达西安，无奈联系不上部队，只好选择回家。黄开仁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四川，从此做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。直到关爱老兵组织找到他时，他已经在蒲江这座小县城生活了整整70年。黄开仁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李佳玉总司令。在李佳玉的雕塑前，面对总司令的目光，黄开仁颤巍巍地举起了手，给总司令敬了一个庄严而肃穆的军礼。李佳玉的遗体由他的特务营拼死抢出后辗转运回四川，李佳玉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二级陆军上将，1984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位蒲江战士周鼎明的遭遇则悲惨坎坷许多。周鼎明再也没有回到故乡的机会，当年秦家坡阵亡后，他被匆匆安葬在当地的小山坡上。男儿仗剑出四川，不灭倭寇誓不还，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间到处是青山。这是李佳玉出川前夕所作的诗句。李佳玉将军用生命给这首诗做出了回答。无论是黄开仁、周鼎明还是李佳玉，在这首诗歌面前，在这个伟大的民族抗战面前，他们都回家了。他们都是保家卫国的勇士。不同的是，李佳玉、周鼎明战死沙场，而黄开仁幸运地回家了。但在我们心中，他们都是保卫民族和国家的勇士，是伟大的英雄，他们都回家了。